硅谷，全球科技创新企业的圣地，苹果、谷歌、英特尔等传奇高科技企业诞生于此。50多年来，它是如何进行人才创新，成为世界创新企业与高科技人才的高地？特斯拉，汽车界的苹果，唯一一家在美国上市的纯电动汽车独立制造商。在竞争激烈、人才聚集的硅谷，特斯拉的创新团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，背后又有哪些独到的创新文化和用人法则？本期思想的格局，硅谷资深人才专家、特斯拉亚太区高级人才顾问张琦博士做客格局硅谷分院，为您精彩解析特斯拉的创新之路、硅谷人才创新之谜。